明仔载立民大会，我惊会有冲突。你甲孙阿伫咧现场，爱随时注意状况。无问题。是讲吼，迄阿庆食歹巴肚，伊妈妈就随去检举，啊对杜根吼都反应遮尔大，到时一定要好好甲注意。哎，阿庆，你来。我有听到恁在讲我妈妈的代志，歹势啦，造成恁的困扰啊。唔通安尼讲，杜根是大代志，大家拢会当有意见。我希望明仔立民大会是予大家有一个好好交流的机会，莫特别针对恁妈妈。多谢恁的体谅。啊，阮妈是啥物状况哦？我真了解，所以开会迄天我一定甲安排好势。安尼麻烦你啊。应该的啦。阿兄，你搁有代志啊？我来找阿孙。找我？是啊，我有一寡代志要甲你讲，你讲好听。金妈，你讲好听，我有代志要甲你伫吧台讲。哦，好，有啦。哎，你甲手伸出来。要创啥？你伸出来就对啊。啊，这是啥？你甲我讲这要送啥？这是我专工去庙的求的，希望这条红线会当带予你好运。啊，你爱挂好，千万袂当放落来。哦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，拜拜。他为着送这条红线，搁走过，伊嘛真骨力的。孙大爷啊，人讲哦，路边包袂当凊彩行，人送红线袂当凊彩挂，这两句话你知无啊？啊，为什么袂当挂？挂了就出代志啊！你是咧讲啥？我拢听拢无。这条红线就代表阿庆的心意。什么心意啊？你要紧哦，你真正是纯度999的钢铁直男的哈，啊，当然是介意你的心意啊，不是啥？你是去吃着阿妹的嘴喏，哪有可能啦？金毛讲的是真实的，阿庆有甲秀明来讲，讲伊介意你。你真的啊，假的啊？啊，那安尼我即摆要安怎？这都要看你啊，你若是对阿庆有意思，你就好好挂咧，那无。我嘛唔知道要安怎处理，这都要靠你家己的智慧解决。哇！欧巴。